赢啊。大姐，咋老给这小驴冷呢？不要小驴冷行不行？不要小驴冷。来，哎呦我操，塞拉斯吴亦凡小拿一手，这把咋没空城的呢？你这拉克斯，哎呀，这抠没抠出来，我靠！你先打那盖伦啊，是不是？先升了吧，拿个猴，这咋办呢？这吴亦凡可挺多呀，但是天选没来。天选塞拉斯，哎呀，咋办呢？这两个阵容吧，要的装备都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算了，别犹豫了，吴亦凡不玩了。由于这吴亦凡前期没来天选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就不玩了。
我先假装去拿着攻速，让这个傻逼跑过去拿攻速去，你知道吧？哎，我们再反过头来拿女神之泪，个大傻逼。两个阿卡丽，我准备好了，来陪我玩玩。这波要是能赢，我们把猴卖了，把这阿卡丽拿了。这波赢不了就难了。哎呀，这波赢不了，你说我怎么拿呀？挺难受啊，这钱呢。先拿着大树顶一会儿，有没有银马？给个银马，我们就厉害了。早知道我就不拿了，大树都可以不拿，谁知道上波那人玩空城啊？你说，万一这一手给我来个天选小法，我操！来，女神泪。全套也行。女神泪儿，哎，可以。叮咚。龙刀也行，哎，龙刀不行，龙刀配法爆就完了，龙刀就得配科技枪了。说句实话啊，这小法师的这个装备啊，其实挺难配。你看，首先吧，小法师他得要蓝 buff， 知道吧？首先他得要蓝 buff， 其次，你要想给他碰配正义之手，他又得要一个女神之泪，然后你要给他配法爆，他又得要个拳套，他得要三个眼泪加俩拳套，这装备其实挺烦人，不是那么很好配。
你看一下弹幕成不？我看你妈！你在那逼逼那么长时间，我都一句话都没理你，你还让我看？你有病是吧？不看还不行？精神病似的。人都没了理你，还搁那一顿，还搁那刷。你俩能打过他不？差不多。哎，把猴撇了。青龙刀蓝 buff 也行，青龙刀蓝 buff 你不还得要一个科技枪吗？不是一样的吗？一会儿把这个大树给他卖了，这人我就发现了，他就会玩一个猴，你看着没有？他就会玩一手猴，哎，回回都能碰上那天神猴。无尽破甲弓天神猴，回回的。眼泪我们拿不着，我还能拿个什么啊？这波啊，这波全套也没有，拿魔抗吧。哎呀，那什么也行，法爆科技枪也行，大棒也行。刚一下没看着我这小法师的装备，法爆科技枪是我们最不优的选择啊，最不优的选择，最优的选择是正义之手配法爆。先给个露露吧，下波。狼人给我可劲挠啊，给我一顿挠啊，最终被我小法师一手点名点死了。大树一会儿撇吧，这边打完的，尽量少掉点血。你露露呢？不知道啊，没事儿，不会十全十美的，这就跟人一样玩的云顶之弈。不会每个英雄都会给你的，你总归会少一个英雄。
比如说蛇女不给你了，小绿人不给你了，对吧？这都有可能。我当 ID 害着你四了，是不？那我不挡了呗，为啥挡 ID？ 那我害着你四了，咱就不挡了，行不行？省着我给你挡了，完事还害你四，这打不过野咋办啊？应该不能吧？我无所谓。来个女神之泪加全套，好吧，什么都没有。小弟一波，不要诱惑一条毒蛇。天选小法，这咋什么都没有呢？这哥们儿这都没打过我，哎呦我操！四神盾三星红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被我七人口六个一星给打败了啊！啊，五个一星，七人口五一星，像个人了，真的。被我一手七人口五一星给打败了。哎，我是不是少个英雄？少不少？不少好像。这波地牌简直是拉了，简直是拉了。这波地牌连个屁都没地出来，真的，连个屁都没给。不过这种情况啊，我跟你们说，可能会出现一个好的状况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小法师可能会来天选，然后小法师升三，其他英雄升不到三，这样其实是最优的选择。哎，这其实是最优的。下边给几块？七块，那不低了。没准我们的小法师就会一直来，哎。给个正义之手，再给个科技枪，怎么样？别碰上这刀锋，我没换位置，别碰刀锋。我感觉银马好像能打过他。哎，现在就有个问题，你说这正义之手，科技枪、法爆，哎呀，挺烦人的，这不知道怎么给呀。
给科技枪加法爆吧。给科技枪加法爆，我们上来就不会有满蓝，差一点蓝就 A 两下放个大，不过伤害能比那高一点应该。小留一手，留不住了，这波没拿到女神之泪就不用留了。鸡哥最多给爆两件装备，又是这个阵容，这阵容吃分呢，都能拿到第四名，吃分呢。测试服现在有五月神阵容，五个月神升上去以后，升三个，升三个三星，啊，升三个四星的。七级二星凯隐，确实挺厉害。不过七级二星凯隐能倒数第二也是挺厉害。两个吗？我记三个呀，我昨天看好像是三个呀。五个月神升三个两星，升三个星，三个人升星。挺猛啊这猴，哼，这猴可挺猛啊。我看看啊，这不三个吗？你看，永存。那一二三，冰女呢？比四，你这不升三个吗？锁着甲。改了，改两个了。那谁玩五月神呢？改两个了，改两个谁玩啊？能不能白嫖几只小法呀？还有那天选能不能给一个呀？你直接给我嫖一只天选小法行不行？这吴亦凡真他妈猛，那狐狸都偷的装备都有点不像人，你这净偷那龙爪子，你说哦，给个分卷吧。
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这把好像没有同行啊，我记着。啊，有一家，有一家，不至于吧？他已经没钱了，我们还50块呢。法爆不暴击呢？我感觉他打不过我啊！我觉得他打不过我，因为我有法爆，他没有法爆。我可以暴击，他不可以暴击，并且我的小法师能吸血，他的吸血也没有用。就看加十谁先撇，你知道吧？加十谁先撇了，那谁就能赢。我们先愉快的把这个同行给他送走吧。你看分女还没升二呢，分女都跑谁那儿去了？这同行能不能快点走？别卡我牌了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能不能给个能用的天选？能不能？就敢问能不能？吸血，吸血，完了给控了。死了吧，倒数第一，可以。他死了，我们不就能发挥了吗？别的都能拿啊，这龙爪子一定不能给，兄弟们。龙爪子一给，我们就直接GG。千万不能给这玩意儿呢。别的都能给，龙爪不能给。这个阵容可以打得过六神社跟夜影节吗？不知道，但我就知道这个阵容把把第四。我就知道这个阵容把把第四。难道我三星蛇女要出山了啊？难道我三星的蛇女儿要出来了，兄弟们？对，第四不亏，第三血赚，俺们就是奔着第四走的。只要能到达第四，我们就算赚了，稳定吃分。如果能把把第四，我们打个一天应该能上个100来分左右，每天100分吧。完了，卡住了。这这除非下波给我来小法，要不然就卡住了。这吴亦凡肯定是打不过，他还双羊刀。但我感觉他这吴亦凡啊，打不过其他的。蛇女走啊！万一蛇女升三呢？没梦想吗？
没有梦想吗？我还有逆扣呢，啊？梦想就不要了。差三只蛇女是吧？三只蛇女有点多呀。那我拿天选蛇女的意义在哪儿啊？算了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追其他的吧。追追这露露小法、锤石啥的。哎。快点啊！一样差一个，赶紧来个锤石。小法生了。不用锁，我扔一个就行了，我把那猫卖了。万一下班直接给我嫖个小法师也行。哎，对，刚才有个老头哈，但老头我们应该现在是用不上。我看看这打的都是谁吧。秘术也没用啊，关键这上秘术，上秘术有啥用啊？我还不如都给递了呢，我就递两个起来得了呗，没意义啊这。完了，打死一个，别死。哦，锤石，这把本来能第三的，刚才没打过他。去左边儿，这估计也输了，打不过呀。狐狸放大了还咋打呀？我们应该是没了。漂亮，被我奶回来了，奶死第三名。你把他送走，我把你送走。没打过，靠！没打过，我们还得防一手刀锋。这个小王八。就可他妈烦人了，这小王八你知道吧？他回回拿我东西，可膈应人了。这王八，你拿龙爪子干什么玩意儿呢？你不打他，你像个精神病似的，你有病是吧？算了，我们等升级吧。哎，第一个锤石，最后一地。
崔大哥可不给力呀、啊，崔大哥。完了，我分女儿是不是死了？蛇女太烦人了，蛇女先死就有机会。这不行啊，老打断呢、啊、这。一整老给我打断，你说这老母鸡。下一把啊，他打不过这小子，行，结账。右左偏种就会一个阵容，还能把你送走。